那这个时段呢，就是我们中华电信今天的舞台时段啦，所以大家有点反应，有点声音，就要送给大家什么东西？小礼物。好，所以现在大家还知道我刚刚讲的是哪一家电信业者的舞台时间吗？一二三，中华电信。好，有吸引到我们小天使的目光吗？好，没有，这个时候手就千万不能放下来，要继续举高，它才会有反应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好，是哪一家舞台活动时间？中华电信。好，再送礼物给大家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礼物是限量的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举手就拿不到了。这个礼物呢，是我们光世代的小天使代言人的。这个时候就要来问大家一个很难的问题。刚刚我知道在活动现场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好朋友们有来到我们活动摊位体验，对不对？有人知道我们光世代小天使叫什么名字吗？哎，我知道你举很快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一二三，要说中华电信，我们就选一个举手最快、声音最大声、最有特色、吸引到我们小天使目光的朋友，请他上台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我非常的贴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准备大字报，来，大字报往前一点点，哎，大字报在这边，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视力可能2.0非常好，如果不知道小天使叫什么名字，来。哦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我不能讲出来，因为讲出来就破梗了，所以小天使的名字在这边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暖身哦，暖身，先看一下大家默契，一二三。好，谢谢，我要回家了。好，暖身题没有过，那直接开始吗？大家 OK 吗？可以哈，一二三。好，谁最新一名？来，我们请这位帅哥往前来，来来来来。因为你要来到台前才能颁奖给你，然后我们要告诉我们小天使叫什么名字，来这边，来，鲁米娜，恭喜，所以就要送给你鲁米娜的小杯子给你，哇，恭喜你，太棒了，等一下如果要合照，我们可以回到摊位上来合照，谢谢大家啦。好的，哎，不要难过，不要伤心，因为有活动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嘛，那一个礼物够吗？不够，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的摊位活动有三步骤哦。刚刚如果还没有来体验的朋友，可以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可以先帮我下载我们 AR 拍拍看的 APP， 之后呢，也可以再下载我们 Happy Video 的 APP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订阅我们卢米娜的官方 YouTube 频道啦。那大家现在在用手机嘛？随着时代的进步，3G、4G 到现在几 G 了？5G 的新时代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资料夹吗？哦，没有了，所以我等下送杯子给大家。所以大家如果还想要新的礼物，可以到后面拿。5G 的新时代嘛，所以中华电信的 5G 呢，带给大家高速率、低延迟，还有大连接的三大特性的。所以相当一会大家都可以到后面直接的来体验 5G。那我刚刚讲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我就要寻找一位等一下反应最快的朋友，直接秀出他的手机画面，举起来。要请大家搜寻什么？就是搜寻我们光世代小天使的 YouTube 频道了，还一二三，赶快搜寻哦！好，等下谁最快举起来，告诉我你已经订阅他，秀出来哦！来，来往前往前，好快哦！来来来，检查一下，直接订阅到我们的光世代小天使频道，来到中间，来中间，来中间，来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所以这个光世代小天使叫什么名字？鲁米娜，恭喜！耶、yeah! ！再送给你一个小天使的杯子，恭喜大家！接着没有拿到礼物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，我们的活动现场就在大家的正后方了，所以大家可以起身移动脚步，稍微活动一下，直接来开会体验，拿更